花艺的鼓声响彻云霄，结合舞龙舞狮的演出，为中和分局成立揭牌仪式揭开精彩的序幕。中和第一、第二分局合并为中和分局，展现治安新气象，将发挥人力资源最大效能，有效地服务市民需求。新北市长朱立伦更亲自主持，勉励所有警察同仁，场面盛大热闹，许多地方士绅贵宾皆到场共襄盛举。经过这将近八年的时间，我相信地方里长以及很多的基层认为说，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效率的执行方式，也需要更多的外勤人员，所以非常谢谢我们多位议员，我们共同支持，我们希望中和的治安能够做得更好，交通能够更顺畅，我们为您服务的工作能够更好，中和一体的治安工作在大家的支持之下，将原来一分局二分局合并成为中和分局。中和分局长陈明忠从新北市警察局长胡慕元手中接印信，象征中和分局迈入新里程。布达典礼中，中和分局长陈明忠宣读誓言，加快尽忠职守，往前精进，以亮眼的成绩回报市民。我们把中一、中二合并，这个内勤的警力拨到外勤去，一共是有29位，几乎每个派出所增加3到4位，来加强我们辖区的交通、治安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。我们在中和分局在原来的中一分局，也就是区公所的隔壁，欢迎我们所有中和区的区民到我们这边来洽工。警察为民服务的心永远不变，并且站在第一线牺牲奉献，就是希望让中和的治安及交通变得更美好。中嘉新闻陈嘉云综合报道。